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，原来丢掉了自己一生的所爱，想要回到过去早已不存在，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。如果爱还在你心中没有离开，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，那份真要多年多年的相思就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人。抖音。